自己哈、哦、跟那个唐玄奘还有猪八戒去取经，然后经过了一条河，然后哈、哦、那个我哈、哦、就是变成了孙悟空，然后我就一直讲说这个地方这条河我来过，嗯，然后我就哈、哦、把唐玄奘安顿在一颗河边的石头上，嗯、然后就叫猪八戒哈、哦、帮我看着师傅，然后我就跳进去河里。然后就在河里哈、啊、找那些鱼啊蚌啊在那边、就是在玩啊这样子、然后玩一下哈、啊、然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换了一个地方，就来到哈、啊、一个那个道那个仙人啊，就是道长的那个住所、然后在道长那一边哈、啊、道长就对我说，他就讲哈、哦，他就对我们师徒，我唐玄奘和猪八戒讲，就是说，你们哈、哦，他叫我去收服那个沙僧，他讲如果能够收服沙僧，也是功德一件，然后过后我就起来了，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很简单，你跟孙悟空的缘分很深，这个一定是你曾经在天上你听过他讲的故事，或者他的，因为在天上讲故事的时候，你的感受像真实像你自己一样，你听得懂吗？哦，听得懂。所以在天上就是舒服呀。你比方说人家在讲一个好故事的时候，你当时的身临其境就像现在的说 3D 一样的，你听得懂吗？全是立体的。比方说孙悟空跟你讲他当年在怎么样救唐三藏能够到西天取经的时候，你只是在他的天上的下面那个徒弟或者怎么样，你听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你是孙悟空了，你听得懂吗？你把孙悟空当时的感觉全部拿到身上来了，现在明白了吗？明白了啊，难怪，因为我梦见过几次那个孙悟空跟唐玄奘一起去取经啊，这一直会梦到陆陆续。你想想看，孙悟空跟台长在一起，实际上他这个斗战胜佛，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这么清楚的？所以有些人梦见孙悟空就说自己是孙悟空，梦见菩萨，因为他在天上曾经是孙悟空边上的菩萨，或者是曾经是有修之人。只要孙悟空跟你讲这些话，你心中就有感应，就像一个孩子跟妈妈讲话的时候一样，妈妈会有感应的，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啊，就这个概念，明白了吗？明白。现在为什么电影这么真实啊？因为它用 3D 啊，它完全是立体型的，让你身临其境，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明白了吗？明白。但是并不是你是孙悟空，明白了吗？对，明白。因为我过去也是有梦见过几次，我们变成了那个地藏王菩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化出金光，然后就变成地藏王菩萨，然后就去救人，去魔境救人，救了人就化解一切魔障，这样子。对啦。应该是我过去就是有这个愿力。对，你过去一定跟菩萨有愿力的，而且非常好，好吗？好的，啊、谢谢师父、啊。因为我梦到几次，就是师父带我去前世、嗯，我前世几次都是修地藏菩萨法门的。知道了吗？就好了，好好修啊！所有的法门都是一样。所以不要相互攻击法门，所以有时候佛法本身是无争的，所以有些人还有佛法上面法门当中还攻击来攻击去，那这个人学什么佛学什么法，什么脑子都没有的，那不是这是一无所得啊，无所得故了，明白了吗？明白。嗯。因为法门是正法的，这个是绝对不容置疑。绝对的，真的不要讲的。你看看造谣造的多厉害啊，什么飞机啊、什么东西的，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一个人都不在飞机上，哎、造谣造的来简直就是，哎，这台长有什么办法，人辱了精进了有什么办法、我倒觉得他们像在打广告一样。对呀、哎呦，好像搞到人家一个不好的东西了，哎呀，开始了、哎呀，我告诉你，正的永远是正的，明白了吗？明白、你放心吧。这个话都不要讲了。因为当他们来讲的时候，我们只是笑笑说，好像已经澄清了，已经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这么样的事情了，人家都有名单的，送上飞机，所有的名单上没有一个是这架飞机，他就要造谣，你什么办法了？对。啊。对。
这个是、啊、造谣，造谣了之后还要接这个，这个事情还要继续讲，那简直就是无中生有，之后还要诽谤，这简直就是怎么学佛啊，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活的，真的是不怕造口业啊，不怕下地狱啊，哎，我放心，师父，我们弟子全部都很坚信，哎、我们行法门一定会守护行法门的，嗯、我们不会让这些是非影响到要度的人，就是说那些初学者，其实还是 OK 的，嗯、还是没问题，师父放心。嗯，我就是觉得这个人生啊，这个人呐、啊，真的、啊，为什么菩萨经常哭啊？觉得人生难度啊，人最难度啊。因为人现在的心啊，末法时期都变了，明白吗？嗯、多不容易啊，几个人变得好啊，几个人把人家往好的地方去想啊，碰到什么事情应该把人家往好的地方去想，对不对啊？对，哎呀，这个整天就是，哎，他们已经被迷惑颠倒了很多事情。哎，不讲，我们不讲别人好不好，我们就讲不要造谣就可以，不要造口业就可以了。啊，人家造我们口业，我们不造。更加坚信师父法门是正法。对呀、啊，你说说看，一个正法从来不讲人家的，对不对啊？啊，我去台上，你看什么时候叫你们讲人家？从来不讲。没有啊。对，我们就笑笑他们来讲，我说哦，笑笑啊，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还是要告诉他们的。如果是事实，我们没有人上去，你就要告诉别人的。实际上台长是反过来想了，真的心灵法门会让他们这么一搞的话，让更多人知道，到最后知道真相之后，人家更知道心灵法门是正法了，最好这么好啊，对不对啊？啊，你就反过来想干嘛？哼，被人家讲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啊？你的脚没有残废，人家说你残废你就残废了，对不对啊？啊，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办法的，造谣者自己伤害自己的。